今天炒红心薄面，拿走这个，我要吃别的，嗯，这是吃馒头的效果，嗯，这么吃饭的，实现了这个，来一只小青龙。 咋吃？先给它开个背，是不是啊？先给它开个背。啊，不是直接吃的。谁家带壳吃？你说那话直接吃一天。没见过，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。呀，这肉不行，这是活的虾，就这样是吧？它特别容易刚淹死。 那咋整？它这个肉太粘壳了，太粘壳了，你说咋整？没事，那壳一会儿我说了。壳你说了是吧？别砸着嘴啊！这可不行。还是煮。啊？还是给弄死了。这不行，铁子们根本拿不下来，给它煮粥再吃吧。这个壳拿不下来，它可能是刚死，你知道吗？是这个吧？这个是死了好长时间了。 这生呛着就得吃死了哈，好像是这样。是的。你要吃煮的话，就要吃那种活的、煮熟的，那啥，太粘壳了。生呛太粘壳，煮熟了它就不粘壳。那样就死透了。哇，这个，哇塞，海参厚。 虾线给它整出来，然后把肉拿出来，哇塞，它这个壳，它身上是白的，身上是白的，头是红的，咦，这是什么？它下出来，吓我一跳，宝宝们。 嗯，哇塞！嗯，这个本来就是吃刺身的，你剩的。不想吃，太腻了。<笑>都是太腻了吗？嗯。这头里面还有没有？嗯，还有一点。 再来一只皮皮虾吧，来一只皮皮虾，给它充分的腌制，哎，腌制，嗯，五万人了，来表弟发一个现金红吧，好嘞，不是抖币啊，是现金红吧。 点关注每个人都能抢到啊！是的，我想在40这个小青龙，我觉得我是可以，助理帮我整一下，让助理帮我整一下啊！我先把这个三文鱼吃了。你吃的啥？不吃了，我不想吃，太腻了。你依然吃三文鱼？嗯，不是，我不给他吃啊！我还有呢，你看，我不想吃。 省得你们说，哎，你光吃好的，就给你助理吃，你不好的。我还爱吃肉。妈呀，6万多人了，宝妹儿，喜欢小鱼的，咱们不要分散点红心，一起说红心，我数3个数，好不好？触发以下双倍点赞，咱红心立马掉100万，感谢大家，辛苦大家，数3个数啊，来，3、2、1，猛戳屏幕中央，感谢大家，辛苦大家。谢谢公主。嗯，放芥末了吗？放了，放一点芥末。 哇，方便点的，谢谢宝贝儿。小辣椒爱吃肉，不爱吃海鲜，对。嗯
来吃，这是一块的味道，太腻了。它可能是。他可能是为我省钱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就算是不爱吃啊，真的不爱吃、啊。我以为你为我省钱呢。吃好吃这个，上私人家吃剩下这个。来，换个菜，换一个猪猪套餐，猪的肠、小肠、猪的皮。还有猪的毛。能扒下来吗，助理？能是吧？好嘞。对，我是菏泽的，有没有老乡？你们都是哪里的？你们都是哪里进来小鱼的直播间的？对，有点感冒了，我的妈！最近感冒的有点多，大家还是要多注意啊，宝宝们。注意保暖。好，助理给我扒好了，马上吃啊，宝宝们。先来个圈圈肠。这里有个现金红包，10万的现金红包，是10万吧？5万。嗯。怎么才发5万？没钱了。没钱了。5万多块钱了。这所有的价值啊。嗯。先尝一尝，不嫌弃的先尝一尝啊，宝宝们，感谢大家。这价值好嘞，小青龙。哇塞，这个肉它为什么是红色的呀？因为它是助理扒的。助理扒的它就是红色的。对，因为助理是男性。嗯。助理都无语了。我的妈，7万人了，宝们，感谢大家，有现金红包可以参与一下，宝们点关注，每个人都能抢到，感谢大家。是的。来一口吧。哦，不来。嗯，不想来。确定啊？嗯，不是我不给他吃啊，宝妈，别回头，你没有说我，你吃，你光吃不如给他吃。你说，他不吃。这里面呢，我们嘴巴没碰，给你吃吧。走吧。猪皮卷，抖音美颜真强大，刚才美颜掉了是不是、啊？不好意思啊。其实我师傅长得挺好看的。别刮！你看我师傅长得多漂亮，地个方圆的，天庭饱满的，是不是、啊？都很好看。不好意思，宝子们啊，刚才美颜掉了，给大家看看。嗯，关注了，谢谢宝宝们。